各位朋友好，我是 Daniel， 新加坡的投资分析师和导师。很多投资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要如何在股市中赚钱？他们都认为我会告诉他们要分析财务报表，阅读复杂的图表，或者看不同分析员的报告。不是的，我的回答总是很简单，如果你要在股票赚钱，你只需要投资那些已经崩盘但还是好品牌的股票。所以让我解释这两点。当我说好的品牌时，我指的是在某个领域中，这个股票是家喻户晓的品牌，顶级的品牌。当我说已经崩盘的股票时，我的意思是股价值已经跌超过 50%。 那接下来这几个月好消息是什么呢？好消息是，在过去几个月中，全世界许多科技股都已经崩盘了。根据我们的研究，最近暴跌的科技股分为三大类。一、中国有关的科技股，比如百度或阿里巴巴，因为中国政府的参与，这些公司都已经大跌了。二、高增长率的科技股，比如 Zillow 或 Palantir。三、电动车行业的股票，比如 NIO 或 Tesla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到底接下来有哪些科技股的投资机会，请加入我们的免费实体投资课，请点击以下链接报名。